那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是一曲古筝琵琶二重奏《彝族舞曲》，这是由上师大学生胡俊和毛顺飞根据王慧然的琵琶独奏曲《彝族舞曲》改编而成的。该曲利用了古筝琵琶各自的特点，更加突出了彝族小伙子与彝族姑娘的形象以及热烈欢快的舞蹈场面。 将民族特色与现代元素相结合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彝族年轻人之间的淳朴爱情。那为大家演奏的也正是这二位改编者，让我们掌声有请胡俊、毛顺飞。 Thank you.